一二三，启动！谢谢我们苏县长在5月5号自行车日的这一天，提供我们这么丰富的活动，希望我们的车友们大家慢慢的骑，好好的享受云林有什么样你以往骑车没有看到的，没有体验过。云林县今天最年轻，今天大家看一看，我们仰头看一看天上的太阳，就是为各位展露出来的。我非常的感谢各位车友，你们从全国各地来到云林县。云林县是个非常不起眼的县，但是我们透过今年年底农业博览会，希望云林县可以得到大家的关爱，可以得到大家的重视。你们骑到终点就是台湾最美丽的一条公路，它的名字就叫做西螺大桥。今年西螺大桥已经60岁，西螺大桥过去承载了台湾在公路运输上非常重的使命，但是呢，西螺大桥下面也是台湾一条最长的母河，它的名字就叫浊水溪。希望唤起全台湾所有国人的注意，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的生态，还有包括我们的经济，未来这三者如何融合，如何共存共荣，它考验着主政者他最大的智慧。我今天说的车友，你们所经过的地方，就是台湾最偏僻的乡，也是最农业的乡。你们沿途经过，会看到这里是粮食的故乡，会看到很多的农作物，你会看到很多辛苦的农民。你的乡，它代表咱的土地，每一天就是顶着烈烈的太阳，一个点替咱大家做代志。我们大家喘气后家的粮食就是在这里，我们的云林县。李明家会去 take 你们的镜头。欢迎各位啊，来到云林。植树爱云林，请植树，招生鼓励，春天下雨，相约农博。谢谢，那么期待大家的好。李长伯伯，我负责帮我们浇花哦。